姨们正在检查鸡蛋，把破掉的鸡蛋先放起来，再把鸡蛋排好，你要看蛋蛋，准备帮鸡蛋洗澡咯。有看蛋蛋吗？哇，鸡蛋蛋蛋好吃吗？耶耶，机器还会刷洗蛋壳耶。蛋蛋好吃吗？要吃吗？要吃蛋蛋吗？叫阿妈煮蛋蛋给你吃好不好？洗完的鸡蛋干了以后，妹妹哦，要吃妹妹哈。看看鸡蛋换换还要吃什么？你要花生还是红豆？你要花生还是红豆？好，蛋蛋。啊，阿公问你，你要花生还是红豆？还被送出来了。你要什么豆啊？快点。接下来，杨军，阿公问你，你要花生还是红豆？小重量分类。不然要关掉哦。再将鸡蛋装好。杨军。包装纸。阿公问你，你要花生还是红豆？一盒的鸡蛋就完成了。要妹妹吗？哇，真的耶！